今天其实有一个你们不需要热身赛就可以赢得的锦囊王，有请360公司董事长兼 CEO 周鸿祎先生，有请。欢迎，又见面啦。还有一个锦囊王还没有出现，对不对？啊，您 Q 出来好不好？我去把锦囊拿了啊。锦囊王，所以今天我主要来现场，就准备用拍照的方法来对你们发挥作用。这个到底怎么用呢？还要卖一个关子，因为我怕现在公布之后呢，我们冠军队就愤然离场了。除了我们的锦囊王之外，非常非常大气的郎平教练，还有礼物要送给我们的终结者队。哇，真的！今天为了鼓励我们这个明星队的这种拼搏精神啊，我们准备把我们两位世界级的教练送给他们。天哪！欢迎你们的加入。好，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正式比赛，来吧！冠军。恭喜一下哈。我们要再接再厉啊！下面呢，我们就稍微准备一下他们那个比赛。先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。好，这个、我特意在家里为他们准备的道具。这个是事实，我们会使用的。我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给他们用上，我一定要给他们用上。一定会助我们赢得这场比赛的一臂之力。好，先拿好。还有，别动。哎呀，这就是打到脸，没那么疼。我跟你讲，还有这个。杀人于无形，天师赋予了我灵魂，赋予了我灵魂。站起来，先来拍一张。来吧，冠军，比赛。超越自己，来吧，冠军。今天的正式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来吧冠军这个节目就是充满了未知，充满了可能性。事实上胜负也许没有那么重要，能不能够突破自己，战胜自己，才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。接下来有请双方运动员上场。有请腾腾的终结者队，和状态大勇的中国女排。首先将要由终结者队来下战书，战书，你们获得了无数的荣耀，所向披靡，是最强的女排，你们站在世界的巅峰，傲视群芳，是中国人的骄傲。今天我们站在这里，身高的差距，实力的悬殊都无法动摇我们战胜你们的决心，来吧，冠军！郎平指导和亮队长一起在我们的首映台摁下他们的首映，表达他们的决心。好，要用点力。看看。接下来就要开始比赛了，今天节目将分为两个部分的比赛，20分制的比赛以及9宫格的比赛，而我们的终结者队只要赢得其中一个比赛就算获得了胜利。我们看看今天到底会发生什么，各位稍作热身，我们开始20分制的正式比赛。我们的规则是冠军队只能上6名队员，我们的终结者队看情况。好，双方运动员上场。加油！加油！首先，终结者队发球。瑞哥用发球赢球。瑞哥加油！瑞哥加油！往后站一点，往后站一点。好，我们再啊，裁判，我打断一下，因为怕就一直发球失误，所有的发球失误都不算，都不算。好球！
好球。冠军队孟杰发球，抽他！哎呦，哎呦！好样的！虽然这个方向稍微有一点点的偏差，但是所有的队员都上去给胡斌表示了鼓励。你来。真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彼此双方会有一些来回，不是一拍子打死啊！你是什么话呀你？你们两个在干嘛？这是男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啊！他们彼此之间呢，稍微谦让了一下。好，我不动。低点，低点，你呢？好，好球！好球！好球！他们在跟世界冠军中国女排的对抗当中拿到了一分，而现在呢，由终结者队发球。好球！郎导，郎导，现在他们要求多加一个人，七个人啊，可以啊，裁判同意就可以哈。全队都晕了，因为他没有默契。问一下，还会加人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也是有理智的，我们最多加到九个人。来，好，回到比赛，现在是5-1。大家注意到刚才黑人一记吊球，好，非常漂亮。那比赛继续。哇！好，稍等稍等稍等，我打断一下，我现在罚黑人和李彤两个人对视30秒，因为他们两个好不默契，是不是一直在互相打架，好不好？来，你看着他的眼睛，两个人对视30秒。我有话跟他说，是我不好，知道，在生命当中我永远是最积极的那一个。了解，了解。你能原谅我的积极吗？可以，一切原谅。来，准备，比赛继续。好球，好球。现在比分8-2，裁判给出手势，第一次技术暂停，第一次技术暂停。好，双方调整。这个时候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锦囊王出现，我们要使用。周鸿祎将宣布锦囊王到底内容是什么。这个各位兄弟，你们打得非常好。
你们觉得怎么样能最有效的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呢？他们不能用手，他们不能用手。我觉得他们人太多了。我也觉得他们人太多。我觉得，而且要把他们的攻击最强的那个人给去掉。我宣布锦囊的第一个决定。他们的队长，我建议他下场歇一会儿，因为没有了队长的指挥，他们就将群龙无首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现在郎平教练脸色非常的凝重，